我们要收放魏王旨，特来取你首级。 马上传令，共打荆州。给我杀！我就坐镇下级，一直管东道就是。他所统帅的荆州军是刘备最尖锐的军队，现在我命令，击败他，全部斩尽杀绝。荆州丢了。 谁家的关羽首级，上天音！杀！未来娱乐台三国。